我是严社长，这个戴起来很有科技感的眼镜可不是 VR 呀，这是我专门买来护眼的。这几天实际体验下来，觉得还挺香的，于是就有了这期视频，看看这个东西是不是智商税。首先，这样的护眼仪其实它是用这个地方喷出来的药水来润眼，常见的这种滴眼液，每次用了我都会有恐惧感，而这种雾化后的不但不难受，眼睛也非常好吸收，实际佩戴的感觉也是非常的舒服。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透明镜片的设计，实际在使用的过程中不需要去闭眼睛，可以一边使用一边去玩手机，而这个药水直接揭掉保护膜，可以按到机器本身长按开机键，它就可以开机了。你们看这个喷出来的药水非常的细腻，不会很刺激，用起来感觉也就是那种很清凉的感觉，薄荷叶一样的那种味道，佩戴上也挺舒服的，每次就算用个10分钟也不会觉得很压耳朵。无论是这个额头部分还是这个侧面，非常的柔软，戴着也很舒服。不，还有这种 Type-C 的充电口，每次充电用10次没有问题，缺点就是这个顶部的这个盖子非常容易丢失，最好设计个带磁力的，那样就更棒了。好了，这就是贝青松 C5R 的测评体验，很适合长时间用眼的工具人，对自己的眼睛好点，喜欢就可以入手，不用后悔，用起来非常的上瘾。